迪修音乐话，近年咧越嚟越多少数族裔嘅小朋友入读指定学校，令佢哋难以融入社会，认为呢个问题恶化，需要正视。因为我哋觉得咧系越嚟越多少数族裔咧呢几年嚟咧系嚟咗香港，而好多咧佢可能系未必一定系中文英文都识嘅，咁有时咧因为佢咁嘅情况之下咧。佢自己一個小小嘅一個圈子裏邊咧，佢哋好難咧係跳出嚟咧係熟習香港嘅環境，甚至係令到佢哋細路仔咧係得到即係適當嘅教育。咁好多時咧都係跟住自己嗰啲即係鄉里咧嚇，即係帶翻啲細路仔去入翻去同一個學校咁樣。生活上咧都係跳唔出咧佢哋自己嗰個族裔嘅生活方式，而同香港嘅其他嘅細路仔，包括係香港我哋啲華語嘅細路仔咧，係可以一齊嚟即係共融嘅。